家歌朝朝暮暮情，东江光景报前尘。前非一抹烟帘海，严静千神立满城。正在读诗的老人叫施学盖，如今已是80多岁高龄。这首由他创作的诗歌，抒发的是对半个多世纪前建成的东深供水工程的感怀之情。施学盖1960年从老家福建南迁至香港定居。1962年，香港出现自1884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，并持续至1963年。港英政府想尽一切办法，开挖水井、修筑水塘、人工降雨，但都是杯水车薪。面对严峻的现实，当局不得不采取了最严厉的治水措施，每4天供一次水，时间仅为4小时。彼时，300多万香港民众饱受缺水之苦的折磨。每一个家庭，男女老少，政府要供水的那一个时刻，大家都按次序去排队，拿着大桶小桶，打完了水，天是非常热，回到家。大家都满身大汗，要珍惜这个水，用这个水呢，有的要煮饭，有的还要冲刺手，有等等。在这个情况下，大家都是用的小面盆，用一点水，用毛巾呢搓一搓，面擦一擦，啊，被擦一擦，游的人呢4、5天，甚至呢5、6天，在这个天气下。都没有洗个澡。香港水荒引起了内地的极大关注。1963年6月10日，周恩来总理审阅广东省委关于向香港供水问题的谈判报告后，决定建设引水工程，引东江水供应香港。首期东深供水工程于1964年2月动工兴建。这期工程全长83公里，需用8级抽水站将东江水提升46米，倒流注入深圳堰田水库，再供给香港。当时内地基建百废待兴，施工机械设备严重缺乏，许多工作只能依靠人力完成。对此，刚从内地来港的施学盖有切身体会。当时的时候，开始建设的时候，但国家非常困难了。刚解放，49年到50年、51年开始抗美援朝，打了那么多年，所以在这个环境下，我们要感恩汗水换来还不叫辛苦。用血换来的，牺牲了多少生命？在当时，我们的机械还那么落后，国家百废待兴的时候，都是用人工去爆炸、炸山洞，这个怎么算？1965年2月25日，由中国自行设计、自行建设安装的东深供水工程如期全线完工。同年3月1日，港府发布消息称，香港已开始接获东江水。依照协定，香港每年从东江接得水量至少为150亿加仑，即6820万立方米，是香港所有水塘蓄水量的一倍。从此，满载深情厚谊的东江之水越山而来，流向了香港的每一户人家，也自此改变了香港民众的日常生活。东江水完供应到香港的时候，我最记得生活上，从此呢就天天有洗澡。现在呢，有个我们像这样的天气，一天还洗澡2次，自发的老百姓。欢欣鼓舞的程度呢，不亚于现在这个我们国安法公布的那个程度了。这个不是我讲的，老一辈像我们这样，大家都是手舞足蹈，大家呢在街道上在上，当时的红旗彩旗。对，这个呢是非常感人的一个事，那一段时间都非常高兴。
施学盖说，在港生活大半生，自己见证了东深供水工程为香港基层百姓带来的切实改变。这一捧甘甜的东江水，也是维系两地民众情感相依、心意相通的最好纽带。